年高兴不高兴？高兴。过年见面头一句话说什么？好，我们家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一声拜年啦。观众朋友们春节好。大家说去年我们好不好？好。告诉我大事喜事多不多？多。大家开心不开心？开心。一起来，明年是什么年？马年。我们送大家一句马年的吉祥话。马到成功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春节好。我们首先向出门在外的节日值班的，凡是过年不能回家团圆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们说一声拜年啦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我们今年的春节晚会的我们的主会场是设在这里，我们还有一个分会场设在美丽的南国深圳。全国的观众朋友们，新春愉快，马年吉祥。朋友们，刚才我们看到主会场那边热不热闹？那我们这边怎么办呢？热闹。是啊，现在我们这里已经聚集了几千人，这就是几千个喜悦的心啊。让我们同欢同乐。